还没有，这他妈差点激怒了我。校长，注意力集中！校长，注意力集中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我挺假的，这么好防守？假的呀！我操，能进球加一分呀！好的。哎，不能铲球！哎，我没有了，我反了，反了，卡了，这是倒了，还能得开。我会挡住你，我会挡住你，没有，你要表，你要表，你要表，什么？没事，有额外时间的，你们有足够时间的。别叫了，别叫了！把高能逼！先动一下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往里靠，往里靠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我操！我这个衣服没换。耶！傻逼啊！那个男的是谁啊？男的，也就是啊，跟大厨一样。啊！真的吗？我比较喜欢温室。是，就是温室。他叫队长，我操！他队长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谁是队长？马思唯。马思唯，谁是马思唯？长得像马思唯，为什么？别别别！长得像马思唯。你说。嗯，他长得像马思唯。好球！最多就头发上一丢丢。你看。哎，没事。他女朋友叫易梦玲吗？球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一脚。够硬。好球！一个好球。我操，感觉你们队长人好好啊。敌人在敌人。这个他妈是什么傻逼啊？嗯。哎。好球，杨超。对，直接在这地方射了吗？我觉得特别厉害。好强啊！如果下来的话，给他揍一顿。操，这个装逼，妈逼的。敌人，敌人。穿个卫衣，你说他射？那正常，你知道穿什么？就游泳装。好，我操！意大利鱼，巨刀 ，biu！ 加油！巨刀！看长城，看长城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超你说！我操！好球！没有，没发，没发！球场，他就球场 BRZ 的人。我操！大家换刀！我操！我操！哎，刘烨！疯狂摔吧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呜！好屌啊！这哥们儿！牛逼！你在给谁拍啊？都在面前！都在面前再给一次！谁拍？Jacky 终于爽一下了，冲台！傻逼，他跟傻逼一样的。谁啊？刘振宇吗？现在还戴口罩。对啊，还戴着口罩，我操！高一。哎呦！哎呀，继续！哎呦！我反正觉得还是准的。走，咻咻咻！哎妈！球场 BRZ， 球场 BRZ， 我操！他的草原套卡，他的。哎哎妈！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我操！为什么摔倒了？球场动作。我们收一下动作。没事吧他这个没有看球顶的。谁呀？哦。这个球我中了。不是。因为他这样子踢。他刚那个没有看那个球顶，你知道吗？就他就直接这样子。这样子踢。他就这样这样踢。
经典。我靠你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你的关键是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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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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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表，我球发表。哎，我操！就拿球就射，我只要定位就直接射了。他要是一直这样射的话，他会一定会有个机会射中的，因为你这样射中基本就结束了。嗯，射中就结束了。哎呦我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！别了别了，你就让蒋劲在后场护球。我操！我操！啊！别装逼！哎呀！我操！我好球！哎呦好球！哎呦我操！他应该直线往里跑得快的。因为他想往外领，等球滚到这边，他想直线往里面去接这个球。喂！拿球就抡，我再压一下就能打，再压一下。哎，小郭，他一直用，他一直从右边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个脑门够性感。郭晨打，郭晨，多久？郭晨直接打，他们就给郭晨起脚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呀妈！我说什么了？你看，只要打中，你看那个灯。
只要打正没办法，这东西太了解了，这东西太了解没办法，只要打正就吃惊，我的办法。一会儿被队长约谈话去了。就我们只打他们那队就好打一点，因为我们手里还会少。你们说这种话能不能在我录完线以后说？没事没事，他队长说那什么海洋。一下午说反正强手一米。还上哪给我抢呢？接！我操！哦。哦，我操！危险！这个防的很好。好球！他过去就拿球抢了，然后危险。哎，什么点？我这一拿就太阳危险。不是哪个队啊？啊？刚才不是那么队吗？对，啊，对呀，一拿就海洋危险。啊。没事，两个上，两个上队。我操！你妈，兄弟们都懂了，兄弟们。这牛逼啊！兄弟们都懂颜色。对面那队应该叫田海队是吗？就随他拿就抡一脚。对，拿球直接哎，抽黄线就可以抡了，黄线直接抡，这个线就可以抡了。直接从直接从那个直接掉，从门线抡。我操，危险！哦哟，好手！我操，那我这拉着我爹妈干啥呀？球给他妈带丢了！我操！杨雄，哎呦！差差差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换换换换一下！不下，不下海！这打打裁判！来，平反，来就好。快上跑，快上！快这叫水有毛用，这叫叫医生吗？这块人扛。是。幺幺幺，出去！好，行。我就不提，动作要做好啊。你想一想，这地方先，别玩，快上，快点玩。哇！小郭刚跟雪清英虎一开始，那个这个听不懂，这个听不懂，控住，这个听不懂，白，小蒋哥，我操，蒋哥，那个人是不是那个老大是吧？对吧？好球熊哥，这个要是顶正面顶的话，哎呀妈危险，好球你都不敢那么远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后卫你一远射，你一射正的话，你信吗？不知道顶不顶。算进了吗？没，裁判说没进。其实应该进。
别说别说。我操！这个犯规了呀，这个绝对不好，这个这样领犯规吗？不是，后卫早已经把球解出去，前锋还这样领的话就犯规了。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加十万还是？我操！哎呦！不行，韩阳，快点，快发起！不愧是韩阳哈！我感觉这个比赛，你韩阳是跟你们踢那个踢将的机会就进。我只感觉你只要射到门框犯。哎呦！哇！这球漏了，亏大了呀！这球不给韩阳上一课啊！这现在开始吃鸡了。他那个拿手碰到那个板，哦，打完了碰了，但谁是角球？那个球都是，但角球。我操，这要是顶到的话就进了，真的蹭一下就行，没蹭到那就进了。他就是直接瞄的，对他瞄的框进了，弹门框了。他们没有人顶那个框，他这个框可能就是。我去看一下。顶到一次。回来回来。门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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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啥呢？直接打门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，没必要呀！边线，边线，控住啊！边线，这样是稳定的吗？来，这我跟你说怎么区分。边上！我操，危险！乐视来了，还是谁？我操！我操！我觉得白队是乐视。哎呦！回来一个！我操 ！BRZ， 我操！好球 ！BRZ， 哎，好球！反方，好方！这种就停球一瞬间，慢了就直接抢。多少时间？你补了十枚的。我操！